上一集讲到呢，秦琼、秦叔宝跟随张须陀立功了，淝水大战呢是大败卢明月，哎，不对，得到了他平生第一个官职间谍尉。而后呢，和罗士先一起跟随着隋朝这位当时最强悍的大将张须陀呢，在山东、河南等地是四处征伐，救火队一样到处救火，击败了不少股的这个农民军。再接再厉呢，张须陀还是准备着手大力气呢，把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这个起义部队解决掉，就是瓦岗军。瓦岗军的称号起源于地名瓦岗寨，也就是今天河南滑县以南的那个地方。瓦岗军的首领当时是翟让，这哥们也是个乱世英雄，他手下的兵将勇猛能战，但自从遇到了张须陀，翟让就吃不住劲了，和官军大小30余战，瓦岗军是每战皆败，最后翟让都养成一种条件反射了。包括他手下的瓦岗军，只要看到张须陀的旗帜，他马上撒丫子就跑。就在瓦岗军节节败退之际，遇到了一个人，扭转了整个形势，使得瓦岗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且呢，从当时100多股反隋势力中脱颖而出，最终就能成为隋末农民军中最强悍的一支这个力量，参与中原逐鹿。那么这个人，这个到来的人到底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当年杨玄感造反的谋主，隋朝的高级贵族蒲山公李密。杨玄感失败之后呢，李密当时不是被抓住关在囚车当中吗？而且秦琼当时从辽东战场上返回路上还见过这位爷，看守如此严密的要犯，他怎么能够跑掉呢？李密的青少年时代实际上是非常有戏剧性的，李密的逃跑呢也是非常有戏剧性，李密逃跑之后颠沛流离就更富有戏剧性，这个人绝对是一生都是戏剧人生。李密这个人青少年时代就特有名，有个典故成语叫牛角挂书，就是讲他的。这个故事我们在许多瓷器国画上应该都见到过。少年时代李密呢，有一次骑了一条牛出门，在路上他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，边骑边看书。当时那宰相杨素正好坐着马车赶路，忽然看见这位少年在牛背上读书用功，挺佩服的，停下车来和这小孩交谈，问他读什么书。李密本来就是贵族出身，当然认识宰相大人，赶紧跳下牛背向杨素行礼，报了自己姓名，回答说自己正在读项羽传。杨素点头，和这位少年就一顿闲聊吧。这聊不要紧，杨素对这李密叹赏不已。我们要知道，你知道隋史的人就会懂，杨素这个人特别自负，在隋朝又是当朝宰相，又是一位大将军，当时是非常骄横跋扈，肆意的凌灭公卿，根本就是拿当朝的那些大官根本就不当回事。结果呢，这个人和这位少年李密一席话，这杨素竟然能佩服良久，可见李密当时多有本事，从少年时代那绝对就是人中龙虎。杨素回到家之后马上叫来他自己儿子杨玄感，就说李密的才识和学能比你们这几个兄弟强得多了，应该多和这样的人交往。所以呢，日后杨玄感造反，李密就成为他的谋主，就这些人从青少年时代他们就是朋友。那么李密在隋朝呢，也曾经想成为这个隋朝的忠臣孝子，也曾经为隋朝皇帝效力。你想他的贵族身份嘛，青少年时代他就会被派到隋炀帝的宫廷当侍卫。结果呢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等于改变了李密的人生轨迹。有一天他值班，他作为侍卫嘛，这阵已经长成青年人了，恰巧呢隋炀帝经过，别人看到皇帝那都会惶恐的低头啊，而李密这个人他不，大模大样的端详打量隋炀帝。史书上说这个人呢，说李密额锐角方，瞳子黑白明澈，看上去就是一个聪明不凡的人。隋炀帝当时很不高兴，就对身边心腹大臣宇文述说，那个脸孔黑黑的小伙子瞻视非常，什么叫瞻视非常？那目光有异，别让他再来担任宿卫，别让他在禁卫军当中了。宇文述呢也是个人精，他也不好得罪李密这样的贵族世家子弟，也不好直接说皇帝把你开除了，他就对李密做思想工作。君家世显贵，应该以才学闻名世间，
干嘛在宫廷当侍卫，蹉跎人生呢？李密的闻言也大喜，呵，宇文大人既然这样说，哎，我就不来上班了，回家之后继续努力读书。但从此之后呢，他和隋炀帝之间那种君臣恩情实际上就断了。李密本来就是胸怀大志的人，后来一看天下大乱，隋炀帝是越来越无道，他就趁着隋炀帝二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，和杨玄感一起就在黎阳造反了。可惜呢，杨玄感这个人有勇无谋，把李密的下策当上策，死攻洛阳坚城，最后呢，兵败被杀。李密本来逃跑了，但半路上被人指认出来了，结果呢，押在大木笼子里，就押往隋炀帝当时所在那行宫高阳，准备当众斩首处决。所以说当秦琼从辽东回来的时候，就曾在路上看到过这位爷，不过这位爷当时已经不是贵族了，是囚犯了。李密什么人啊，即使到了绝境他脑子也不会闲着，于是他就撺掇和自己一起被抓那些人把身上值钱东西都拿出来。那些人都是造反的贵族公子哥出身，临死前呢身上也掖了不少金银财宝，但李密说要把东西拿出来呢，大伙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李密就说，我等性命同于朝露，如果被押到高阳肯定会被碎剐凌迟，趁你现在还在半路啊，依旧还是有法可想的，有这些金银呢，或许我们还能得救。众人一听赶紧都把金银财物都给他。李密把这些东西敛吧敛吧，就对押解他们那些差人说，哎，大哥，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，身上些金银留多了也没用，这些财物呢等我们被杀之后，希望啊您这些人，你们老几位吧，买几口薄皮棺材，把我们的尸首埋起来，省得喂狗。剩下的金银啊，算是我们报答你们这一路上对我们的照顾了。你想，李密这些人当时凑出的金银，别说买几口薄皮棺材，估计买几口紫檀黄花梨棺材都足够了。押解的差人拿了人家金银，一下动心了，高兴，也就对这些，你想，这一只脚都踏入黄泉的犯人们就松懈了。李密呢这些人送了财物之后继续办大款，路上不停地自己出钱买酒买肉，招呼这些差人们一起喝酒吃饭，吃着喝呢，大伙儿吃出感情来了。平时啊，白天路上押解的公差还假装给这些犯人塞入囚车，带上枷锁，我估计这个枷锁之内都垫了点布啥的，因为这现在都朋友了吗，晚上到了驿舍马上就把这枷锁松开，就是让李密这些囚犯大大自由活动一番。结果呢，一行人走到邯郸附近的驿站，晚上呢又和押解的差人大吃大喝，这大肉招呼，然后就把这几个差人，就这些差人，把这人都灌醉了。灌醉了之后，你想住在驿舍，这几个人又没有枷锁，就把这墙壁凿穿，跑了。李密跑了，这些差人大早上起来，忽然发现李密等那些犯人跑了。押解他们的差人们就想推卸责任，就怪罪当时驿舍的官员，你们这些人放跑。驿舍官员也都是人精啊，当然知道内情，回骂道，你们这些东西收人家钱财，故意放走他们，我们这里只是驿舍，不负责关押犯人。你看从李密刚才这逃跑这件事就可以看出，隋末当时社会已经乱到什么份儿了。李密是什么人？不是一般的犯人，皇帝的钦差，谋大逆的造反犯人都能逃跑，你说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？李密几个人胜利大逃亡之后，哎，你说他否极泰来了吗？还真没有，反而迎来了他人生至暗时刻。这位朝廷钦犯跑了之后找落脚地方，他肯定不能投官军啊，他肯定要去造反农民军那里去找活路啊。于是这哥们虎落平原啊，到处不招人待见，他先是跑到山东第一位造反那王勃王铁匠那里。但王勃当时看不上他，觉得这个落魄的贵族不过就是一块废物点心，根本就不用他。李密一气走了，去到另外一个农民军首领郝孝德那里。郝孝德也不拿李密当盘菜，就根本不怎么搭理他，反正到处可以出去抢掠，用不着李密这样什么胸怀天下的高参。你看李密一个前贵族出身，他确实很难在农民军当中立脚，这就如同啊，一个你想私立贵族学校出来顶级高材生，你说你到村办厂子里找活干，人家肯定用不着你。没办法呢，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李密走了。当时天下大乱，兵荒马乱，李密单身一个人，
就只能四处流浪，半路饿得没辙，甚至啊要到什么地步啃树皮啊咬几口啊才能没饿死这个地步。混到这一步也没办法，他只能接着逃，最后逃到一个狗都不拉屎的荒村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只能先当个教师，当个私塾的教师，化名刘志远啊，先混口饭吃。一连好几个月，李密郁郁不得志。你想，本来自己最低的志向是当帝王师，现在呢，给一群放牛娃做老师，就为了每天哎弄俩窝窝头饿不死，李密肯定郁闷掉价。我们要知道，人生遭遇生活的困苦啊，实际上并不会使人感到特别悲伤。最悲伤的是什么？是没有盼头，前途暗淡，胸有大志，就根本就没有实现的那个机会。一天黄昏时分，李密呢，醉意流水华年啊，也是悲上心头。他这个骨子里那种知识分子秉性发作，作诗自比萧何不遇良主。你说作诗就作诗吧，他迎风流泪。李密本来就不是当地人，做派又贵族惯了，又作诗又流泪的啊，甩着那个破袍子还在那甩，一下就引起了在当地有一个捕快的注意。捕快当时也拿不准，就先去太守那里做汇报，还说那个荒村里有一个长相黝黑、身材矮小的乡村教师，是个异乡人。如此如此，又在那儿作诗，在那儿流泪。呵，这一描绘，太守听了，先是大怒，继而大喜。怒的是，哎，这东西就是皇帝发最高通缉令通缉的杨玄感叛党头子，他首席军师李密。喜的是什么呢？抓住这个祸首，立了大功，哎，马上可以得奖。于是他就马上派人去抓。李密呢，听到风吹草动，这哥们儿啊，第六感觉特别好，抢先一步他又跑了。捕快呢，最终扑了个空。所以人生就像舞台，你不到落幕，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精彩。这个时候呢，跑虽跑了，兵荒马乱，李密呢依旧是独行一人。有可能当时就因为他手上一块窝窝头，或者是身上那件衣服，就有可能在乱世当中被三三两两的贼人就给弄死了，实际上非常危险。怎么办呢？李密这个时候也没办法，只得去投谁呢？投奔雍丘的一个亲戚。那么李密在雍丘有什么亲戚呢？他在雍丘有个妹夫叫邱君明，在雍丘当县令。李密作为钦犯，作为逆犯，如果在隋朝政府，比如隋文帝时期，或者在隋炀帝初期，就统治非常严密的时候，三宗九族早就被杀光了。但这阵隋末已经大乱了，隋朝行政体系已经松弛了，因此作为李密的亲戚呢，你看这个亲戚还不远，是他的妹夫，这个叫邱君明的，不仅没被抓起来，还能接着继续做官。估计啊，隋朝政府在那儿倒还没倒到他那儿。那么李密的妹妹呢，虽然说姓李，但从前古代一论族诛啊，一论这个宗族犯法，都是按男性家族先按这个来算，男性亲属来算。因此呢，对李密的妹妹呢，就可能没怎么惦记到他那儿。所以说他作为他的妹夫，这个邱县长继续在雍丘做县令。思来想去，李密乱世之中随时有可能被杀掉啊，只能去投这个妹夫。结果呢，一见到这个邱县长、邱县令、邱君明，吓了一大跳。他绝对不是一小跳，绝对是一大跳。我们要知道李密是什么犯，这位大舅子他来了，他不是一般的犯人，这个是什么犯人？是逆犯，诛九族、诛三族这样的犯人。这样的亲戚一来，那邱县令、邱县长太紧张了。但是呢，这位邱君明还算是个君子，没有落井下石，没有在人危难的时候给人一刀子，他还真把自己这个大舅子给安顿下来了，认下他。肯定呢，他回去跟自己媳妇儿李密他妹妹这一捣鼓一商量，把大舅子怎么安稳下来，怎么安顿下来。李密呢，县衙里住了几天，当时邱君明是心内如焦。为什么？县衙人来人往，人多眼杂，李密在这里住着特别不安全。所以说呢，这邱县长就把李密请出来，说：“李先生，他当时不敢叫大舅子，怕这个窗外有耳啊。李先生，您能否从县衙里出去躲一阵儿？”听这个邱县长这样一说，李密心头一沉，哎呦，这妹夫是否要把自己给卖了呢？还不是。邱君明解释说：“我认识一个游侠，一个儒生，姓王，王老先生，他就住在县衙附近，在边上住。他干嘛呢？他能收留您。”他这个人有侠士之风，侠义之风。李密一听，
心暂时又放在肚子里了。虽然说不在县衙里面住，必定有一个安排的地方啊，我能住就行。县衙这个地方确实也不安全，于是呢，李密就被邱精明安排在了王老先生家里住。王先生呢，确实有侠义之风，史书时候说他是个游侠，实际上说县城里有什么游侠，也就是一个有侠义之风的这么样知书达理的这样一个读书人。哎，这个老先生，这老先生一看李密，他不仅没吓着，而且喜欢的不行。这王老先生特别倾慕古代的侠客，李密又是反隋暴政这样一个英雄，而且李密什么人啊？两片嘴皮上下翻飞，四世贵族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天下大事无所不通，一下就把这个王老先生给说懵了。王老先生对李密钦佩的不得了，倾慕之情油然而生，这倾慕之情慢慢就变成爱慕之情了。但爱慕是不可能啊，王老先生是一男的，但这也不难。就王老先生有一闺女，貌美如花，十八九岁。王老先生一看，哎，不仅叫李密你在这住着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他还把女儿许配给李密。由此呢，李密人生的一个小艳阳天就出来了。你想，他这么一贵族，颠沛流离了这么长时间，哎，脑袋揣在裤腰带下，忽然之间一个温暖的家庭摆在他自己面前，软玉温香抱满怀啊，红酥手，黄汤酒，但当时没有黄汤酒了，反正是过上非常安逸的生活。估计呢，如果他待到转年，说不定孩子都出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密从前经营天下这种意志是消沉了。我们大伙都知道，温柔乡最能消磨英雄，所以说温柔乡是英雄冢，有这句谚语，就是这意思。温柔乡呢，这个安逸的生活就是英雄的坟墓。大伙儿想啊，如果《三国演义》所说的刘备被孙权、被周瑜他们安排下，刘备把这个孙权的妹妹这个公主一娶，时间在那长，时间一待，那也就消停了，那就以后就没有三国鼎立这样了。当然了，演绎什么咱且别说了，咱就说这个意思吧。安稳的生活对于一个英雄来讲，腐蚀力是非常巨大的。李密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估计他再读三国的时候，他都有可能理解那被俘之后好吃好喝好待遇的刘禅了，那就是那额斗了。此间乐不思蜀也，哎，这地方太乐了，谁还想着天下，才想着从前的蜀国呢？谁还想着外面那种兵荒马乱那种生活呢？其实古人的这种温柔乡跟我们现代人所谓的舒适圈是一样的。在不能重来的人生当中，敢不敢跳出舒适圈去做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的事情，也是我们当代年轻人该思考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正当李密享受这个美人，享受这个温柔乡的时候呢，一件事情忽然发生，又把他硬生生活生生拉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。那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下一集接着说。